在这几十年来，高雄一直是台湾的工业重镇，扮演台湾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但是也忍受了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当年余光中移居高雄的时候，写下的著名的诗篇《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就是希望高雄可以成为一个绿意盎然、宜居永续的城市。那这几十年来，高雄一直扮演台湾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管是中钢、中油、台船，还有各种的石化工业，还有南镇、前镇跟南子的加工出口区。不过渐渐的，在这几年，高雄也从一个工业重镇慢慢转型到了服务业、物流业跟自动运业的高附加价值产业。最重要的，高雄有双港，它既有机场又有海港，这是台湾唯一的。我们希望说高雄可以成为台湾面向国际的窗口。今天台湾民众党在台湾的出现，就是因为人民对于两党的厌倦，国民党就不用再去特别讨论了。民进党跟三十年前的民进党还是一样吗？我们曾经也支持过他，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堕落是如此的快速，这是让我们非常的失望。所以今天柯文哲要带领台湾民众党向前走，我们要建立联合政府，结台湾，终结蓝绿的恶斗，让台湾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台湾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政党轮替，可是我们真的有比以前过得更好的生活吗？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们看到了民进党政府的傲慢，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的主张？结果今天呢？今天是谁控制的媒体？每天在用侧翼网军在带风向，包括在立法院也看到了民进党阿爸一党独大的傲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我们强调政治诚信，强调理性、务实、科学，更重要的，我们有我们的政治价值，我们不会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不会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去牺牲多数的利益，也不会为了政党的利益去牺牲国家的利益。有人说2024的台湾总统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不对的。2024的选择真正的目标是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一个团结而能够自主的台湾，能够让台湾勇敢的面向全世界，这才是2024总统选举最重要的目标。目前我们台湾的政治上面的发展，其实正是应该用人为才，不分颜色。我们看看我们的经济部长够格吗？他搞到经济迷航，搞到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乱七八糟的。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够格吗？除了补贴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农业政策。我们的 NCC 主委够格吗？明明就是一个政治的打手。所以我们希望说，台湾的政府应当是用人为才，而不分颜色。那在这几年当中，很多人问我说，柯文哲，你当了8年的台北市长，你对政治你有什么心得？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政治非常简单，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这样就好了。对的事情认真做。
结果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对的事情不做，不对的事情一做，一直做。其实政策应该要有它的引导性，要有它的前瞻性。结果我发现哦，除了大傻逼政策以外，实在看不出民进党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在疫情期间，一开始是发3倍券，再来发5倍券，再来发6000元，现在是私立大学每个学生1年10万。坦白讲哦，当其他国家在疫情期间哦，开始在进行国家的数位转型，我们台湾有做吗？再来，如果未来10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台湾有40家的大学要关门，这是每个私立大学学生花3万就可以解决的吗？所以，我常说，不可以为了政党的利益牺牲国家的利益，也不可以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其实，2024的总统，我们只要选出一个清廉、勤政、诚实，更重要的，不要贪污就好了。2014年，我以不同于蓝绿的白色力量兴起。其实，在2024，我们要再发动一场颜色革命，那就是不分颜色，一同来建设台湾。所以，再强调，联合政府团结台湾。在5月20号的时候，我选择了淡水来宣布参选2024的台湾总统。其实选择淡水，它有一个目的，因为那个是马街在150年前登陆的地方。我们要对台湾人有一个新的定义：只要住在台湾、认同台湾，他就是台湾人。我们在台湾不需要再去分辨各种颜色，不要再用意识形态分裂台湾，制造台湾内部的仇恨，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也要在这个地方鼓励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台湾民众党成立4年以来，他的支持度是越来越高。从一开始的很微弱的力量，到今天，我们可以做到三分天下。2个月前，我要参选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可是到今天也非常清楚，我们已经站稳了一定的脚步，继续往胜选迈进。所以，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一定可以做到蓝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一定可以做到政党轮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我们一定可以改变台湾。顽固拼一次，改变台湾的历史。谢谢大家。